谢你，谢谢你，陪伴我成长的心，不管我成长。言言能，毛毛用，伊令确 ，Destiny Pinky， 阿 Van。Heidi、周珠、Yankee Cole， 一个个陌生的名字，但是在亚洲星光大道里面，他们就是每两个星期都入录影厂支持星光大道其中一班 Die Hard Fans。 由中午十二点来到大埔亚洲电视门口，在日晒雨淋毫无遮挡之下等两三个钟头，才可以入录影厂支持星光大道。到夜晚站在 ATV 门口等待星光参赛者出现，影相签名，fans 的热情、fans 的态度，都令亚洲星光大道更有动力、更有干劲。更在今年的农历新年，星光家族演唱会更加在两个钟头之内沽清所有门票。热情的 fans 更加为他们星光偶像设立歌迷会，在星光一班到星光三班，总共出现96个国际歌迷会，歌迷人数超过10万。一切一切，无私的奉献，大家的支持，100%的忠诚，绝对是令亚洲星光大道成为一个奇迹。那你为什么会支持亚洲星光大道呢？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梦想，我很欣赏他们为了他们的理想而奋斗。那我这边就有 Moco。 其实为什么你会这么支持亚洲星光大道的？因为实在太好看了，歌又好听。那你最难忘的片段是什么？好多的喔。例如呢？例如啊，羅麗威贏了一刻啦。亞洲星光大道之所以能受到很多人的支持，原因是除了逢星期日在电视看到之外，其余任何时间 fans 都可以上网重温节目。在一些网站里面，只要打入亞洲星光大道六个字，超过5000多条片就任你看。而据统计，这一年半总共超过1亿人次收看亚洲星光大道，而收看的地方更加远至欧洲、美国、加拿大。而这一切都有赖一班忠心的 fans 将我们的电视节目在第一时间 upload 上网，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我们的授权，而我们亦保留一切有关追究的权利。不过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将亚洲星光大道发扬开去。另外，我哋亦特别感谢两位网络记者石先生同北源，佢哋特别为亚洲星光大道设立观众交流网站，将节目内容详细报道，令 fans 们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亚洲星光大道嘅动向。嗱，而家喺我隔篱嘅咧就系北源同埋石先生啦，哇，真系，哇，第一次见真人。第一次見他們的真面目，我們有很多事想問你的。是的，其實呢，不如和石先生，你們的 blog 都很多人看，但我又不明白你們有沒有收廣告費，為什麼會肯為我們亞洲星光大道寫這麼多東西呢？是不是收了很多錢先？當然沒有了。沒有，因為一個很難得有電視台會做一個這樣的節目給普通人去參加，那我們作為一個即係普通觀眾，其實都可以寫我哋自己的意見，等於大家喺討論區寫一樣。只不過我哋本身自己有一個地方去寫，咁大家慢慢就聚集咁樣，咁就會其實都係幾好寫嘅。好啦，咁唔該曬兩位。